海贼王 DIY 日记。上次在洗衣机的时候啊，把这个灯给撞坏了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对啊，连灯都从天上掉下来了。天上掉下来？啊！哎呦！这是怎样啊？哎呦，闪不过了，闪不过了，快点，快点把它关掉。大家不要紧张啊，今天就是换个灯而已。好了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天第五集海贼戒法。好吧，我们车用的阅读灯来了，这应该是原厂的吧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哎。我们先把旧的灯座拿下来。这个线被人家改过，我们先把它弄回来，记得把它包扎好。其实我不太喜欢改车耶，我都希望按照原本的设计走。那这个接头只要插上去就好了，这样今天线路就用完了。你看有够简单的，先试一下看它会不会亮吧。诶，亮了哦。接下来呢，就只剩下两颗螺丝把它锁上去就可以了。这灯座结构比较软，稍微动一下接点就接通了。接着盖上外盖，看有没有问题。好，海贼王，你可以起来了。好了，今天修完了。啊，修完了！我今天到底是看了什么啊？啊，不是已经看到流星了吗？我们又成功了，多试几次保证成功。如果你没有时间试的话，订阅海贼王一样可以增进你的维修与创作能力哦。订阅、分享并按赞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左上角还有海贼王的英文台，有空一定要过去逛逛哦。